显示啊，偷袭的机会都蛮高的。这个球打到了左半边，哇，所以这些右打啊，那尼米德的球确实是打得不错。所以在刚才场边热身呢，除了有老经验的潘威伦之外呢，也有安排小将左投吕彦青，也是这样的一个用意。Spur finger 就直插球啊，熊贵阳丢，熊贵阳丢也不在。的球啦，哦，直插球，球的位那个速度变慢了，但跑到太甜的地方去了。